来吧，这袋是我的，让你嚣张。那别玩游戏了，一人一袋。冰箱里还有。有。该怎么学会释怀？关于你的离开，烂俗情节的对白，原来是种依赖。那个女孩想要创造一个。滚吧！啊！妈呀！妈！你说了一个，你说了一个。奶奶这送来。我妈不知道，爸保证。妈胃疼要吐。你信不信我这样就可以把你举起来？我不信，你试试。我试试。你先试试我。啊、嗯。不，没有。来，这个哈哈哈哈塞！哇，好兄弟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喂。Hello。说中文。我是你爸爸。你有病吧？我有病，我有病，我病。抓着左边这一根，抓着，抓紧，抓紧，抓紧，然后往后面拉，不不不，往你的身上拉。哎呀，你别躲！然后往右边拉，往右边拉，往你的右边。啊！我不是猪，我是人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猪。我不是猪，我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人。我好，下一位。上鸡呢？我不是猪，我是人，我是猪。好，下一位。杨柱新买了一个剃发的机器，很好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，这么屌的吗？哇！媳妇，我能摸出来牌是啥，你信不？不信。四张牌，你选一个。这个。我一给你摸摸哦。他们能摸出来麻将，我能摸出来扑克，有没有吧？没有。红桃七。咋整的？咋整的？
让我吃一口西瓜吧，让我吃一勺，就一勺，好不好？就一勺，好吧。我来看啊，方片五，对的。